是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打预防针。要去哪里打预防针？去市府卫生所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去找阿姨。阿姨不是说她没有空？是你上次打预防针，阿姨有陪，对不对？这次就没有陪，对不对？你跟阿姨说什么？你跟阿姨说，阿姨我好想你。阿姨好想你。我说妈咪我好想你。你很想妈咪吗？嗯。先去给医生看，知道吗？要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快一点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一打针就醒过来了。怎么办？那、啊、你等一下想不想喝红茶？所以你要怎么办才可以喝红茶？打针要怎么样？不要哭。要哭才可以喝红茶。啊，可是如果你不小心就哭了怎么办？哭了就怎么了？好，走。最近有没有发烧？没有。以前打预防针有没有说不舒服？嗯，没有。没有。最近有长期吃这种特别的药吗？没有哎。没有。
不会啦，你都打过那么多次。打过一次啊。没有，你记得，因为小时候打到现在那很多次。走，谢谢医生。谢谢。没有提供。谢谢。走。来拿着。我交给那个护士阿姨。拿好，拿好。拿好，去那边排队。等一下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 ，Hello。我们是石汉。小布过来，你还没轮到你。过来，过来这里啊。那你在这里好了，在这里。不是，好像你女儿的同学对不对？你跟他是哪一样？就是小布啊。你剪头发。你剪头发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看哪一个笨？对。对。你跟我剪头发有没有在上？你看吧，就是我说吧。帅啊！你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骗你吧？我过来，我看看你有没有哭，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哭，我看。把眼睛睁大，我看一下，有眼泪吗？有眼泪吗？你要哭了吗？要去买红茶了吗？要不要？好，那你先跟镜头说再见。我说我打完了，我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拜拜。